回家的路像是迷失了方向，想念的人但却忘记了模样。我在等待什么呢？也许我在等待是一种永远没有结果的缘分。想念的地方，或许我们总是忽略了对方。我还等待什么呢？也许我在等待是一种永远无法取代的缘分。Thank you.